刚刚我看一下，你等一下的时候就是你翻开第八页，对不对？然后翻一下，我就可以看到第十页跟第十一页，因为总共有四页。来，打开。习作不会写的不会怎样。来，自己翻。同学，你们要自己翻哦，要自己翻给我看哦。所以你是这里不会写，哎，你们有看我困难，所以你都没有困难，我都没忘记写。我觉得你们也是，我早课有上过呀。哥哥叫什么名字？中显，对，中显，他也是中显啊，中显。不是不是，我说你哥哥是中显的，对，因为你跟你哥哥一样可爱。哇，维密球，我觉得他可爱。要上两个维密的人。哦不，哎，不是中显。这一题有困难，啊，这也像，真的，是真的。困难。好，那其他对你来讲简单？一点点简单。我不会。我不会。我认识你。你这拢你家己写，还是你哥哥？我写的啊。金的。对啊。好，拢是。都是纽西兰的金。纽西兰的奇异果。金刚。纽西兰的奇异果是黄金色的，对不对？都升个金的。都升个低。会倒的，金会倒。喂，啊你刚好我刚来接。啊，好起来了，我。好啊，那呐。你就是挑那个没有写的给我检查，这样。对啊。业绩开发点击球，加速完了。好，那个是我们的超值。哦。只能用来插那一个。可是你这边也是很乱的。对啊。这跟超值没有关系。字一定要用心写，字一定要用心写。那如果没有用心，没有用心写，那就整个心写。不要字少一点。字丑一点你会写吗？是原本是写丑的。我们班的昨天才刚有一个被我罚整张重写。谁啊？九三的对不对？可以告诉你是谁呢？九三的对不对？好事可以到处讲。坏事不然讲。坏事试一下看看你。坏事可以。后面，还在前面。看一看这个人写的最详细。好，我们现在让你们不会的题目来，那个进阶，进阶，所谓进阶，你觉得你对自己有信心，对的，请举手。一个，只有两个吗？女生干嘛那么客气？刚刚明明有女生啊。怎么只有两个男生敢勇敢的举手呢？三个男生，不勇敢的。四个男生，你真的有写吗？我会吗？好 ，OK， 明明我刚好看到女生的啦，我想看十一页。第一题，来，第一题，他说他上面有五家店，对不对？然后跟 C 这个店，距离 C 店哦。距离 C 店0.5公里，距离 C 店0.5公里，请问一下，我站在这里对不对？跟我距离一只手的距离的是谁？旁边啊，旁边。我的手。
都用哎。后面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对不对？如果这边有模型啊，这边还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后面可以吗？所以，请问一下，跟我距离是一只手的距离的，请问有哪些？一二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有模型，那在这里。请问一下，跟我就在这里啊，我在这里啊，我在这里啊，跟我是一只水平的距离的。有八个啊。无限个。包含模型啊，请问有多少个？八个。还有。背后前面还有灰尘，灰尘四面八方，还有那个什么八面埋伏，不是有一个什么全面埋伏还是什么东西吗？全面打棒球，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全面埋伏吗？对啊，是谁？对，是不是？是嘛哈，我们国片嘛，是还蛮好看的。什么叫全面埋伏呢？周围都是无地沙路。传播东西对吧？传播东西，哎，什么情况呢？跳针。喊瓜机的拳头，距离是一个水平距离的，最后形成的那一个这个点，形成的是什么？圆圈。好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看，这样是一个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这样子看。也是一个圆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看，还是一个圆。你这样子看，还是一个圆。通通可以吧，对不对？全部的圆都画光了，会变什么形？很立体的圆。很立体的圆，讲得真好。下面有一个是很立体的圆，就是圆球。3D 就是一颗球，好漂亮。那高度有了，你那个是不是有人的头就像一颗球一样？谁呀？从前，对，你谁的？挂美克的，挂美克的，这个我的，元宝吧？这个，元宝，OK， 所以你要看题目在哪里问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问？你不要具体啊，具体在课本里问，在课本的哪里问？在课本的第七页的第一页的第一页。你们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C 店，然后一十二格数的课本里的 C 店。C 店，一店。C 店的 D 店。这个是 C。哦，他说在哪里呢？题目五够吗？在一条笔直的上面接上的笔直的，为什么他特别想笔直的呢？因为它有石头。对，像那小流水路，有的不是歪来歪去的吗？小路。很多歪来歪去的吧。小流水路。小路。路上笔直，有弯曲。哎，对，上面有中正路，有笔直吗？没有。中正路啊？没有。中正路上。但是算蛮直的嘞。可是我感觉我每天骑过来不是很直的，因为我上上坡，我觉得他不，他对，如果他是真的笔直的，我从三龙宫，如果他是笔直的，我应该可以从三龙宫远远的看到谁，琉球国中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笔直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笔直的感觉，如果我这一条是笔直的，哇，那个真的是。不要报复我刚刚捶你一拳，你们现在想要吃掉我。好 ，OK。如果这一个是一个笔直的，我就可以笔直的看到这上面的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除非前面的人身高把后面的人挡住。中贤，中贤把我挡住了。前面的人是障碍物，后面的那个障碍物给挡住了。障碍物，你这个障碍物，后面那个障碍物。后面一个同学被前面那个戴眼镜的帅哥给挡住了。我比你都管。障碍物，障碍物。目前阿木坐的正正的，他真的是完全被挡住了。好，所谓的笔直，好，既然他讲笔直，那就要在笔直的接那个那条街上，对不对？跳针。好，所以在这一条笔直的街上，跟他距离0.5公里。都有来，几种可能告诉我？两种可能，
会不会有一颗球的可能？不可能。哎，因为伊讲伫倒伫遮嘛，对无？伊讲伫遮，哎，敢若一条路尔，无岔路，对无？好。所以呢，只有哪里呢？加一个对无？加嘛一个对无？啊，你第一题就有答案了。嗯。请把答案写出来。第一题。坐标。伊讲坐标呢？对，在 CD 线上，可是。勾吗？抱歉，我把它稍微画一下。勾啊，上面这个就是勾，然后这个就是零。那个你会发现它故意画的不太一样，电脑的那个零，它故意会画的那个间距那个比较长一点，像那个总来历的。好，我们这样，那呢？我们在那个薄霸讲的是一种蜜什么根本的蜜，一个加蜜，糯米，糯米的，啊，糯米，加上糯米。但是这个那个 homo 它会比较接近蛋圆形鸡蛋，比较接近圆形。好，那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我画就对哦，注意看我这边，注意看我这边。这边画了一个 B 啊，哈，请问一下，接下来我要在标那个 A 的时候，一点点吧。我这边不是 A 哦。哎，开始。然后一点三，我要画准一点。我不是乱画的哦，没有乱画哦。我有在测量。好，来，来，同学注意看，来，你可以告诉我这里有多远吗？1.3K。然后他说跟他距离多少？0.5而已哦，对不对？跟它距离0.5会不会超过 D 呢？不会。请问一下，我要到达 D 需要多远？0.7，需要0.7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换句话说，我根本到达不了它。这一条有0.7，这条0.7，可是我只有0.55，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这边有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到底是1.8，这个1.8指的是从这个标示的位置，对，从这个标示的位置到这里。不是答案要接近1.8吗？对。我就不知道在正负1.8吗？等一下。对。没有，就对，有可能会往后。对，讲得非常好，讲得非常好，而且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，注意哦。对。先回复他的问题。如果我是从出发点，对不对？我先往这边1.8，然后我再反方向1.8，那么我画的不准，抱歉，这样不会。如果我是从这里出发，这样我觉得1.8那边就会有一个负的1.8，这样就很合理。对，哎，有看到问题了吗？对，它的出发点从哪里？从 C 点是什么？1.3 ，OK 吗 ？C 点3，好，所以注意哦，1.3在这里，那跟它距离0.5，这个应该要什么？0.8，对不对？更短的嘛，对不对？距离这个地方更短的嘛，本来1.3这么长的。我拉近了0.5，对，拉近了0.5，所以你的算法应该是1.3扣0.5，这一个你的算法应该是，因为我拉得更远了嘛，离我的出发点更远了，所以它叫做1.3加0.5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所以1.3是1.8或1.8或0.8，可以，对，好。
刚被拉出来。第二小题，他说他距离 B， 然后距离 C， 那他应该在哪两家来？这里自己来，应该就会了，应该啊，好，应该来试看看，试看看喽，来。第二小题，如果你懂了，你应该第二小题会没有困难。是。去找我有。你现在怎么？你的答案跟他们两个不一样，你到底是你对还是他们两个错呢？啊？没关系。尽量让自己把想法算是写上去，算是写上去，其他也可以空白位置。对，你刚刚问的，算是写上去。那是算是算对吗？补一下，补一下。比如。第二题难的是难在他同时要考虑啊。来，马上写，马上写。你们那个题目的下面有很大的空白，请你写在下面。就是你们有题目嘛，对不对？题目，题目里面有第一小题、第二小题，下面有一个这么大的空白。写在这么大的空白里面，标注第一题你怎么算，然后再来再标注第二题怎么算，最后再写。它算是啊？算是要写什么？加减。加减，加减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第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吗？第一小题的答案是什么？我。你刚才我来讲对几题？你我来讲。还是我来讲点关？我来解。按照咱即摆第一题，而且你第二小题不太确定，对不对呢？而且你第一题的答案也没写对呢。是不是为何你答案是错的？这个活成，这个活成型的。没有办法进活成。有两种可能嘛，一个是 1.3 拉远 1.5 加 0.5 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是 1.3 再拉近一点，后 0.5。所以一个答案是 0.8， 另外一个答案是 1.8， 这个叫做算式。好小哦，你写呀、啊，写的小才好，看不清楚，你就要自己写。这上面不会很像，就是。那我看得清楚，因为我有点字。你说，啊，不会不会，你只要标号像第一小题、第二小题就不会，像比如这个先标个第二小题，然后这边就对对对。我不0.8哦。啊，不是，最好是写在它的下面，它留下面的空白再让你写，写在下面。会有负0.8吗？不会。你没有座位表，所以我难。我有表带，红色的色。看到后面的，可是有两个人换位表。你有啊？我改了。还有那个去隔壁台的。有一个是建议去隔壁吧，副教生会去一个月的准备，这三个礼拜。好，找到了，你们座位表还蛮难找的。对呀、啊。来，那个博主啊。啊。我们是距离 C 点0.5呢。距离 C 点0.5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。东东就在你们这一边。因为他只是跟他距离0.5。那我跟他距离0.5。拉远一点，就变0.8，或者是再舒软一点，变0.8，把它拉不过去那边，拉不过去，所以不会。那你马上把这个。距离太远了，距离太远了，这个就是答案是距离够远了，不得让它拉不过去。那要怎样才够远？我0.5原掉。改成多少？太强了。
贴起来。绿眼的习惯，老师在讲的时候一定要低头。也是要讲。刚刚郑总在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注意哦，请问现在我要拉多远才可以拉到副的那边去？从 C 点开始，我要拉超过 1.3， 对不对？拉超过 1.3 才可以过得去。来第二小题，来注意看，全部看黑板这边。第二小题，最后答案是什么？不是 ，D A， 也不对，也不对 ，D D D D， 正确答案是 C D， 正确的题是什么？三个、四个，放下。你是因为刚刚才算出正确答案的举举手，一个放下。好，代表这个和盛刚刚很认真在听，来，同学注意听哦。第二小题，注意哈，第二小题，小林距离 B 店，距离 B 店，来，同学，距离 B 店 2.6 公里在哪里？我把它画出来。跟他距离 2.6 跟他距离 2.6 1.3 正一不是在右边就是在左边嘛，那跟他距离2.6跟他距离 2.6， 所以我要开始哦，距离要 2.6 才可以哦，距离要 2.6， 我要到哪里？正，所以我往右边是做加法运算，对不对？往右边做加法运算，所以我们就用负0.8加2.6，0.8加2.6是多少？1.8。等，负0.8加2.6可能会出现三。1.8。所以。跟它距离 2.6 会停在刚刚好刚刚这个位置 1.8 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还有一个可能在遥远的另外一边，可是在遥远的另外一边的哪里？在它的左边，所以我们要怎样再拉过去，3.4再拉过去，负0.8扣2.6，所以再拉过去就更远了，多远？是3.4，所以会刚好，你要量下去应该一样。这边也有一个孔，然后再来，他要求要跟 C 的距离，对不对？还要跟 C 的距离要多少？还要跟 C 的距离0.5啊，太好了嘛！刚刚我们是才刚问过跟 C 的距离0.5的，跟 C 的距离0.5的不是他就是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的答案不就在这里吗？啊，所以会在 C D 之间，所以会在 C D 之间。答案会在 C D 之间，来把图形画出来。算是图形作用。对，但是它就是你最后那个他们之间的那个位置，把它大概画出来就好。所以大概你要稍微测量一下，这样直接画在它的竖线上，直接画在它的竖线上，直接画在竖线上。标示它，标示如果我要标示会标示什么？如果我要标示，你在这边会标示什么？对，会标示小林的位置会在这里，因为小林在 B 点。距离 B 点 2.6 公里，距离 C 点是 0.5， 那这个位置才符合，这个位置才符合那一个题目的意思。答案要写什么？
来，你知道 C， 你知道小林在这里的吗？知道哈，缺点好知道好，所以我们最后写答案的时候来，第一小林的答案，一个是 0.8， 一个是什么？1.8。第二小题的答案呢？要回答什么呢？一点。就是小林的位置在 C 点 D 点之间。因为他在问你在哪两家店之间嘛，那你就 C D。后面要在某一个之间吗 ？C D 之间。也可以。也可以。C D 之间。这一题还有问题吗？还有问题吗？那我考你们喽。来加一个第三小题。来加一个第三小题，题目加一个第三小题。来写题目哦，加一个第三小题。对，你知道那个 B 店吗？ B 店吗？ B 店公司。写在进阶练习旁边。进阶练习的旁边，对，可以的地方。加一个第三小题。要抄前面吗？要抄前面。与 B 店距离。与 B 店距离1公里，与 B 店距离1公里，的分坐的点的点坐标。确定一下你们到底会不会？请问一下，答案有几个？两个，一定是两个，因为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答案一定是两个。哎，你很棒。1公里应该在那里，没有错，1公里是在那里，没有错，不是。
是我现在是这样子哦，跟 B 哦，不是跟他飞机，如果是跟他，跟他的距离一公里应该在这里对。可是我现在是问跟，哎，跟 B 的距离。
很快的看下来，第二大理他说甜甜甜甜甜甜到后来他的和药一样。甜到甜好多的都错，对不对？又炒这么的错。是多好，我们要是多。等一下，来，来，那题目怎么讲啊？题目怎么讲？注意听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一定要这样拍，因为我要让你们注意。来，所有的横列跟直列，对不对？横列跟直列，还有什么？对角线。他说什么都一样。数字都一样。数字和都一样，对。均相的。本来想叫你们做一件事。应该是负六吧。来，所以来，请问，来，我先问你们，这边总共有几条线？三个数加起来都是可以画出几条线？四条。几条？九条。那有五、一、八、二、三，再来四、六，再来斜线七、八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哪一条数字都知道的？都没有。有没有？有啊。这题已经解决了，没了，三个，没了啊，没了，已经解决这题的问题了没有？因为他说，来，刚刚我们数的那八条线，和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就先算一条可以算的，你看这三个数字和多少？负六。负六。然后接下来，全部都要负六。对。哎。这样不就可以算出所有的了吗？自己算。全部都不六，全部都是可以的，全部都不六，好啊 ，A B C 怎么？就是任何三个数哈，只要它排在直的、排在横的、排在对角线的，和都是负六了，两个加起来。暂停。那我再压力的话，哎，去找空间。二，等一下来我那边去找。我就没必要。因为我讲你无要听我的肌肉小卡哥，现在来，来，目前还有没有问题？你的问题？我刚才一直在叫你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请说。这个数字都可以乱填。对，但是一定要加起来等于负六。对。如果加起来要等于负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目前如果想要算黑。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来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边，回答我。我如果想要算呢，我会透过来从 A 画过去的有几条线？三条线。请问一下，你会选择哪一条线来算 ？A。对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没算出来的不准下课。好。马上写。都行。算错的不准回家。啊。丁总。还有两分钟，阿朱大概是负五九六，正确。检查你们这一排的，检查错了让他修改，不是直接打给他。来这一排，谁写出来了？来，我马上看。不是吧？我说五年。恭喜你，来，你负责检查你们这一排。第一次父亲。来，我现在挑的人就叫做排长了。这一排谁算出来了？这一排有好，很好。不久你 OK 吗？你把的行了，他可以帮你检查。几乎是对的，是这两个是错的。我是选的。你给我看下李江。都给你加，我来。你几把要我写的完？来，他可以检查了，帮你检查。我已经有选排长了。好。
个队。啊！也是，我把全介绍完了。你们那一排有排长啊？谁啊？厂长。第一个回去，第一个第一。哪一个？你是对的呀，你的三个，这两个是错的。都是我们刷手机，消失的篮球。这两个是错的。哦，那他俩交换上好了，好吧？哦，恭喜你们是排长，恭喜你得胜，真的，恭喜你得胜，你是。